新兴人类就该好好的疼爱自己，所以他们坚守着 Smarlon 的养生之道。Jacqueline 说这里有台蒸汽浴仪器很特别，说的正确点是美国纯氧蒸汽浴。 The Smarlon 是在美国以外全球第一家提供纯氧蒸汽浴的专利服务中心。纯氧蒸汽打开毛孔滋润表皮，氧气随之被毛孔吸收，结果是肌肤更健康有弹性。所以说女人要好好宠宠自己，男人才会更爱你。我老公呢？不只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样哦。 The Smarlon 养生之道，预约电话8370131。